東方飛鷹順利落滿貫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三場賽事二班千二嘅短途賽，香怡局杯大熱係七。好，你一起步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咁啊，出邊嗰只灰馬旋風飛影縮咗喺後邊嚟跑啊！前面快嘅馬有必長勝啦、美麗笑聲啦、粉紅衫、粉紅帽咧，仲有伊神啦。內欄第四位係心之行啊，出邊啊落滿貫啦，藍衫跟住個第六就電源之區啊。後邊三隻攝咗去內欄旋風飛影，出邊知道必勝俾人頂住啊！暫時包尾黃衫藍帽嗰只係東方飛影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！前面放頭嘅馬係必長勝啊，跟住喺第二位有美麗笑聲。外面三搭嘅第三望空咗就系嗰只落满贯啦，内栏第四心之行，中间第五咧仲有呢只伊神啊，出边第六位有呢只咧就知道必胜啊，后边三只电源之区蓝衫嘅等内栏灰马旋风飞影，掟到最出系东方飞影嚟噶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占先嘅马喺埋边位置嗰只系必长胜啊，咁啊上嚟挑战就系美丽笑声，两匹马斗紧噶啦，后边嘅马见到有心之行啦，入边捐上嚟灰马系旋风飞影啊，后多层仲有电源之区，最后二百。必长胜内栏，咁啊见到中间旋风飞影揾到个空位咧，就穿上嚟。出边位置仲有心之行啊，接近终点香怡局杯。咁啊，结果得主咧就系旋风飞影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必长胜嘅入边，出边心之行第四名系知道必胜啊。结果今早赛事香怡局杯嘅得主咧出闸外档缩咗喺后边，原栏慢慢悭，中档穿上嚟赢系旋风飞影啊，跑第二名必长胜埋边。出邊係心之行，第四名知道必勝。阿蔡出三隻啊，最冷嗰只贏嘅結果咧就係旋風飛影喎啊，九號馬咁啊三十八倍啊。第二名好近嘅，睇下係外邊啦，咁啊六號就係心之行啊，定係二號就必長勝啊，二三名影相啊，第四名咧就係三號必知道必勝。最冷嗰只即係蔡漢三十八倍波仔，跑幾步啊贏嘅咯。心之行啊預咗都有少少塞噶啦，又係啊，咁但係一打開咧。都追好多嘅，咁啊第三啊影翻相嘅時候啊，巴杜即係第二，必長勝，都係恰如其分咯，心之行啊，係咯，都跑曬噶啦，成日都係咁啊，係。美麗笑聲啊，望空走啊，麻麻地啊，翻到嚟，即係佢冇好大力咁樣投我，不過就唔勁咯。恭喜曬啦！旋風飛影馬主又獲得自購新馬啦，首次勝出第二班或以上賽事嘅港幣100,000元特別獎金嘅。佢係都係加州星球嗰屆新馬嚟嘅旋風飛影，結果今日咧都整爆咗個冷門啊！都係上季都好犀利啦，旋風飛影啊！咁如果你馬連馬斯王啊，都話賽咁啊唔怕，嗰兩隻唔得啫，仲有呢隻贏，都有分攞嘅啊！蔡若翰今季第三十場頭馬，好，恭喜曬馬主，起跑團體啊，廣州金界嘅香怡局杯。當然今日嘅重頭戲喺第七同埋第九場啦，董事杯加埋呢個四歲系列賽事嘅頭關，經典一嚟。賽就兩場都有馬出㗎，嚟緊啊！第七場、第九場，不過第七場跟住再贏咧，就真係經典啊！夏威夷啊，贏咗兩屆董事杯，偷襲成功啦！試過呢個杯就係巨人殺手嚟㗎啦，兩次添啊！同埋佢都一季一 win 㗎咋。啊！波件事剩翻 win， 亦都係順風飛鷹嘅第五 win。上季都挑戰過啲難度，一上就跑啲一里噶。不過入咗閘之後，佢有少少扭個計嚟噶。旋風飛影灰馬咁啊，出閘佢就頂翻住啦，有啲逼劫添啦。
嗰只落滿貫有啲挨埋你，落滿貫有冇盡走咧？鍾慶麗其實都係眼望望嘅啫，中間嗰啲都眼望望嘅啫。睇下巴道必長勝，佢想定住。美麗笑聲啊，反而有啲厚嘅，即係少少行啦。內欄方面就心之行啦，咁啊中間啊伊神電源之區接唔到埋你啦，知道必勝啊全程走個三搭啊，後邊一對都係冷門嚟噶啦，加埋就東方飛影。步速咧就即係預期之中啦，唔係好多正宗嘅快放馬喺度咧，必長勝就要帶，咁啊亦都唔帶得快啦，偏慢啲啊。所以你見嗰只美麗笑聲咧，佢跟前望空咧慢披醒，佢係冇走得咁順嘅。咁另外就外邊啦，知道必勝咧亦都沿住個大外檔咧上緊嚟，咁佢都交翻佢準成嘅一面啦。旋風飛影咧就有啲穩啦，俾佢揾到位，反而喺佢前邊嗰只扣女嘅接電源之區咧，就基本上都唔係話好全力望空得到啊，即係發揮得到出嚟嘅。咁你睇嗱，依家波件事已經攞咗阿蘇兆輝個位啦，佢已經望空啦。咁但係蘇兆輝係 cut 咗埋個內欄嗰度，咁冇啦，前邊又兩隻馬又唔係好斷，咁啊，所以都輕鬆咁推騎過終點啦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08，第二段22秒43，末段23秒05，總時間1分09秒56，比標準時間慢7.5秒。